这个 video 等一下我会 upload 来你们的房间，OK，我会 upload 给你们，OK，我们只是大概一起做一下罢了，OK，我每一课只是做一个一两题罢了啦，一个小时可以做几多？OK，来，我看啊，好，这个第一个 step，啊，还要你算，OK，我们做交叉分解啦。对，然后刚刚伸进去，好，到这里了嘞，做 general form window on，把它们全部搬过去一边，给它变零。OK，你做到这边，他给你一分哦。我跟你们讲过了，然后接着按计算机罢了，按计算机罢了，按 EQN 还记得吗？按 EQN，OK，你先空一个格先。然后一定要换成假分数啊，不可以带分数，也不可以小数点。然后搬进去的时候，这样子，OK，这样就睡啊。哎，这四个一定要写到给啊。然后如果你要做十字架，应该你们没有人做十字架了吧？你要做十字架没有分数的啊，他要看到这些才有分啊。你做十字架是没有分啊，所以不要用十字架来代替你的做法。OK，好，来，我们去第二个。好，你们不用拼命，这边你们不用忙着写啊，我等一下会 upload 给你们的，哎，将会 upload 起来给你们。哎，都不用担心，我会 upload 给你们的。OK，来，我们去多一题就好。啊，你看，哎，有看到十字？哎，不，十字哦，有看到90度吗？用什么红的？三角形不用想了的，就是 by degrees。OK，数学没有题目出了，就是 by degrees。OK，就是 by degrees。OK，你讲解，x 减7加 x 等于13，啊，这个是 by degrees，什么 formula 还记得吗？这个 formula 前面有给你们的，前面有给你们的，起来。然后这个要把它乘出来，不要乘错，不要乘错。然后 focus 应用题啊，这次很多应用题哦，这次很多应用题，好像那个什么分数方案，有一些周数全部出应用题了的。三角形这种比较多啊，你们注意啊，它不是出 by degrees 就是给你面积。那给你面积的话，你就要懂哦，用二分之一乘高乘积。然后你们注意看题目啊，好像这一次我没有记错是。好像是格兰丹，他这样子出，我没记错好像是格兰丹啊，他这边，OK，他也是类似这样子的题目，但是他没有叫你找 X 哦，他叫你找他的那个 area，找他的 loss，所以你要看清楚题目最后他叫你找什么。如果他叫你找 X，OK，那么你找到 X 就停了，他叫你找那个 loss 啊 area，那你就找 area 给他，找他的 loss，哎，看清楚题目。存进去。我今天只是跟你们复习广告的课罢了啊，我没有时间跟你做别的啊。
对，x 块加 x 块是 2x 块，减7减7减14。我发在给我们那个纸有去做吗？那个题目啊，你要做了你才会。OK，然后再搬过来，减一点变零就对了。但是你这样子还没有分好，你要算到最后。这个是减120啊。啊，这边我有一个东西要你们尽量啦，你们尽量要去记得一个东西。那么那时候我因为你们是新的课程，所以我们也不确定它的那个 marking 会不会改掉。那么那个老师有交代你们，OK，尽量的话，第一，假设你的这边啊，假设啊，我讲假设吧啊。它，你算到，OK，减 2x² 加 14x 加120等于零，有没有？不要第一个不要 negative，你把它换成 positive，然后后面两个你也跟它换。OK，第一个条件啊，这个 positive，就是你的 A 呀、啊，你的 A 确保它是 positive。然后第二个，你们尽量越紧。像这题的话，你看它这个是二，这个是14，这个是120，你都看得出它是双数了吗？都可以除二，那你就除二啦，整个。啊，然后你猜这边你才按一就哎，哎，这边你才按一就哎。对，空一格先，x 拿到12跟减5，然后搬进去，x 减12，x 加5。但是如果你这样子写，它可以扣你一分，为什么？因为你的 x 是什么意思？你的 x 边对吗？它边的长度，那边的长度是不可以 negative 的。那么啊，把 negative 这个割掉，或你擦掉啊，OK。这个，反而是这个数多嘞，它那个画 graph 它还没有什么数到哈。哎，画 graph 你们自己去看啊，我没有时间再一个一个教啊。哎，看回之前我的 S 三下边四个 step 画 graph 四个 step，我都跟你们讲得清清楚楚啊。哎，给你们不用急着抄啊，你们要跟到就可以了啊。哎，啊，你们不要急着抄。哎，来，我们下一个。哎，这大概是第一课啦。哎，第二课，啊，第二课我看一下题目。哦，它就是应用题还是有处理第二课，OK，啊，给来，我们比如我们做看这样子一题来，OK，asas 5换去 asas n8，那么很简单的一个概念，行啊，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如果你有其他的 assets，其他的 base 啊，你就跟他换去 base 10，再跟他换去其他的 assets，其他的 base，OK，所以我们有 assets 2到 29，base 2到 base 9，要换去10，我们做乘，然后要再换去2到9个，我们再除。简单讲就是先除再先乘了再除啊，OK，来，上面做什么？写零一二，OK，然后做这样子，然后这次哦也有都出在写的啊这一课，所以如果他出在写的哦，请你把每一个步骤写到清清楚楚啊。
对，我拿到96。OK，这个是 alpha 是不漏，你可以不用写这个十的，没有关系。那么要换去四，OK，那么你就除四啦。对，96除四，这个也跟它写到清清楚楚。对，我除四，按计算机罢了。96除四，你不会你就按计算机。OK，24，没没对吗？没有余数咯。啊，再除四，六四二十四又没有余数，再除四，有，意思是，你如果这样看，你觉得很乱，你这样写可以吗？对，六除四，意思是余数是二，对吗？OK，余数写在这边，然后我们想看，这样子看上去，所以是1200，除到什么时候？除到它小过四为止，它大过四你就要继续除。OK，它大公式你就一定要出。OK，这边这个是第二科啦，然后来我做一题加减给你们呢。啊，假设啊，OK。来，如果是加的话，看它的 ASAS，它的 ASAS 是六，那你一到六就定位。OK，比如四加三多少？七，对不对？超过六呀，你减掉六，七减六是一，然后定一个位。一加三是四，四加二是六啊，又是六，定义。总之一到六你就定位。如果还是啊，你看它的 ASAS 是多少？OK，这边又是六，又在定义。所以这答案是这样啊。OK，如果是减的话，如果减的话，比如，OK，来，这个你要讲解，对，你记得啊，刚刚加的话，如果它是 ASAS 几，ASAS 多少啊？我到多少我就进位对吗？现在减也一样啊，就是我一般我借的话，我借多少我就看它 ASA 是多少，明白什么意思吗？全部，OK，来，比如这边啊，OK，这个一样变二，你借一过来吗？OK，这个要变多少？你不会借不是变是一耶，你 ASA 是 two 你有看到吗？所以你是借七过来啊，一加七多少？八，你怕乱你就这样子写，八减五是三啊，啊，二减六不可以。对，这个结尾，这个结变四，这边变几，这边变七哈，不要忘记，因为它是阿萨主右，然后这边再跟它结尾，这边变六，这边变多少？这边变九，为什么变九？你接七过来，你看到吗？因为它是阿萨主右，啊，对，九减六是三，六减二是四，四减一是三，它普通的减法是一样的，只是你接位方面那边它有一点点不一样，OK。啊，不是，大概是你的第二课啦，这个有问题吗？这个你们都 OK 哦，这课我是觉得应该对你们来讲不是什么大问题啦。OK，啊，我们去第三课啊。啊，第三课它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很多东西，这样啊。OK，Bernard 法是 true false，这个我都相信你们会。OK，只是有一点我再强调啊，那如果题目问你它是不是 statement，它是不是 pernyataan 答案？你看它有没有对错？如果它有对或者是错的答案，那么它就是 pernyataan 答案。如果它没有对跟错的答案，那么它就不是 pernyataan 答案，它就不是 statement。OK，然后这个 implication 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也是比较常出的，这个还有几个但它列几个的 if and only if，OK，这个是一个，它这个出的话是两分啊，OK，好。还有这个，这次的本主案也是很多出这个东西，这个，OK，啊，你要记得。
什么是 aga，什么是松散，什么是 contrapposto？OK，那么我的习惯呢？OK，我拿这个 Jondo 来给你们讲啊。我的习惯什么？我会上面标 P 跟 Q 啊，什么意思？你看啊，一个 if 后面的这句话，我们叫它 P；mark then 后面这句话，我们叫它 Q。啊，如果他要你找他的 agas，他的 converse，你就 P 跟 Q 倒反罢了，能看到吗？那 P 跟 Q 倒反罢了，前后对调。那如果是找松散按 inverse，不用对调，你多一个波浪线。什么叫波浪线？就是加一个 not 下去，加一个 bukan 或者是 tidak。也就是你看啊，这个啊 year 啦，就把它改成 bukan 啦。然后英文的 is 就该改成 is not，OK，然后 contrapositive 就是拿你的松散按，你的 inverse 前后倒反就可以了，OK。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它这次也是有出，很多学生不会做，就是 sa 跟 munasabah，OK，sa 跟 munasabah，这个我也有教过你们了哈，它有三个步骤，三个 form，一定要符合其中一个，它才是 sa。然后 munasabah sound 是这样子的啊，如果它的三个 statement 都是对的，那么它就 munasabah 啦 sound。如果其中一个是不对的，那么它就 tidak munasabah and sound。但是前提是它必须要是 sa 的，还要 valid。如果它肯定是 invalid 的啊，tidak sa，那么它肯定是 unsound 的，tidak munasabah。OK，啊，它有条件的，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啊，这个它这次也是有出到哈，很多人都不会做这个。哎，然后我们来看题目啊，我们做几题呀、啊？来，你看第一题呀、啊，他问两个东西，有看到吗？他问什么东西？他要你量这杆 agas set the converse，然后他问你他的 agas benar atau palsu true or false？OK，agas 怎样做？那把你的 P 跟 Q 倒反对吗？所以答案就是几个 if h lebih daripada tujuh more than seven maka then h lebih daripada 20。OK，写这个还是肯定给你一分啦。OK，这道题问你对还是错？那么这边 hash 是什么意思？hash 它代表的是一个号码。他讲说，如果一个号码大过七，那肯定大过20。那请问一下，这个说明对吗？看来一个号码大过七啊，肯定就大过20嘛。OK，你就想一下啊，比如你就找一个例子，如果是错的话，它一定会有至少一个例子，或者是一个号码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OK，那有吗？有，多到去了。比如我给你随便一个号码就好了，我讲十。十大过七吗？有，还有大过20吗？没有，所以这个说明是错的。这样你要怎样写答案？怎样写都可以，只要你有写，他就给你分了。你可以在旁边挂糊了，发数，false，还有看到还给你分了，或者是你写在下面发数，false，你怎样写他都给你分了，只要你有写就可以了。OK。哎，这个我也是发现有人不会做诶，我把这个两个我讲不要看，OK，x 不等于三，所以嘞，5x 减五就怎样，不等于十，这样子罢了。他把等于换成不等于了吗？剩下这个你要跟他换成不等于啊，这个要把它换掉。就可以啊，一分送给你们的，OK，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我不要浪费时间去讲了，找一个，等一下啊，来这个，OK，你做这个啊。看到几个的，还那几个直接割掉，然后呢，
好，讲解。就 A 比 B 等于五比三，三 A 等于五 B，OK，这个是一个答案。然后再写多一次。OK，这样子。哎，这个这样子写就两个点啊，都是你前后跟它对调就可以了。OK，遇到这个 B 项的题目，把答案跟它割掉，不要管答案。啊，后面这个，看后面这个，后面这个，一样的号码先给它抄下一些。OK，你看什么是重复的？加是重复的，OK，写一是重复的，写刮车如果是重复的，写。啊，这个加又在重复，也在写，剩下前面跟后面不一样。好，你看前面跟后面什么关系？这个其实你们看得出的，对吗？前面跟后面什么关系？就是后面这些号码是前面这些号码的什么？它的 quarter root，它的 square。所以前面这些号码改变，我们用 n。那后面这个是它的 quarter root 对吗？它的 square，n square。n 等于一、二、三、四，OK，stop，这样就满分了。后面这个一定要写啊，不要忘记，这个还给你一分，后面这边再给一分，后面这个一定要写就对了，送给你的那个分数。OK，来，我们去第二项来。啊，搞多一点看。啊，这种它也可能会出啊。OK，你看，首先做这种题目很简单的，看它的 formula 啊，formula 是这个。我再看回题目，题目要找什么？Pentagon 看到吗？Pentagon，那 Pentagon 是什么意思？五角形，诶，五角形，五边形也可以，啊，所以代表你的 n 是多少？你 n 是五对吗？好，两分他奖给这种题目也是两分的，他奖给，给第一个 step，我会叫你们抄 formula 出来先，然后第二放你的 n 下去。啊，然后第三跟他算出来就可以了。OK，这个两分啊，这样子，你放 n 是五啊，给你一分，放到答案再给你一分。第二种题目是这样子啊，你们注意听啊，这种题目比较少出，刚刚上一题那种比较多出，但是这个也是有出过的，哎，出我们很多学生就不会做，你就注意看，他一定会给你一个 formula 的，然后那个 formula 的未知数哦，它的那个号码一定是在题目里面有的。你注意看题目就可以了啊！你看题目有什么，放下去算出来就可以了，两分就送给你呀。OK，好，没有啊，这是第三课，好，我们去第四课来。第四课我要讲，找一下图文课吧。对，还没有，OK，这样不用紧，这种我没有教你们啊，自己去想办法做，好吧，我随便出一题啊，嗯，啊，涂颜色的很多人还会做嘞。我是不懂为什么啦。好，来，比如啊，这样子啊，我讲啊。遇到这种题目做什么事情？
写号码先，对，这边写一、二、三、四、五，然后嘞，我就发现很多人没有写号码哦，然后很多人也没有拍题目，没有给我看到考卷。OK，写号码先，每一个地方写一个号码。OK，P 是什么号码？P 是一跟二，Q 是二三四。OK，笑脸什么意思？笑脸是全部都拿，所以我拿一二三四。接着这个逗号什么意思？逗号是以外，所以一二三四的以外什么？五。然后 R 嘞？R 是四跟五，看到吗？OK，然后这酷脸什么意思？酷脸是拿一样的，笑脸拿全部，啊，一样的是五罢了。所以我们的 final answer 是五。看到吗？这样子罢了，不要放空，不要放空。这个你涂错，有时候还有零分的。你有做到前面这个部分，它就有零分了。OK，大概是你的第四课。OK，好，来，还有一个。啊，像这种题目，这次也是有出到。OK，来，我们来看一题这种题目。OK，有85个人，80个人，55个有电话，60个有 laptop，10个人两个都没有。然后要你找他的那个数量。然后他要你画 Venn diagram，干巴拉加 Venn。那么这种题目一开始先画，直接先画先了。你没有画这个，你想找A 跟 B 对吗？直接先画出来先。OK，然后你跟他写下来。OK 啊，比如 telephone 边边我放 D，laptop 我放 L，这个是全部啊。好，总共有80个人，你看，就代表里面总共有80个人啊。OK，我先从德巴内开始做起，10个人什么都没有，代表外面这边10个人。OK，代表外面10个人的话，里面啊，你的 content 啊，里面这边有几个人？里面这边有70个人，对不对？OK，然后这个70个人当中，55个人有电话，所以电话的人有55个，代表还有15个人是完全没有电话的啊，所以这边就是你的突破口啊，这边就15了，明白吗？啊，然后有 laptop 的人有60个，那这边都15了，那这边就45啦。因为 laptop 都是60嘛，啊，所以这边是15，像这边呢10，啊，你加起来它有70吗？啊，有哈，还是对了咯，这边是10，OK，第一个他要你找有 laptop 跟有电话的人，OK 是15个，第二个要找 laptop 罢了，laptop 啥孩子，看到吗？laptop only 15个，完了咯，看到吗？遇到这种题目，先画出来它的图片，先画出来它的图片，OK，啊，即使他最后再叫你做，没有关系的，OK，总之你有写出来就好了。好来，这个是我们的第4课啦，哎，我没有时间做 Canva 题给你们啦，我只可以大概给你们讲一下。嗯，这个要缩小，你们看得到吗？要是，啊，我缩小一下。
能看得到吗？这样子。这个这次有出诶，这样子的题目。你们看得到题目吗？这边会看小个吗？看得到就 OK 啊。OK，哎，看来啊，画给你了。题目只向你扔杠杠哈。诶，然后你看清楚题目要什么，这有一点小个啊，所以啊，它要 graph tidak terarah。Undirected graph，看到吗？所以你不要去画箭头，你画箭头它直接给你零分了。不要画箭头，但是它要 weighted graph。什么叫 weighted？就是它的那个的比啊，它的那个 edge 啊，要有号码的，号码当然是填这个啦。OK，KB 去 KM 是56，OK，我给你填个56。KB 去 KDD 哦，你看这边还没有画给你，看到吗？自己画下去，自己画下去。17 KM 去 KDD 78 KB 去 R 80 R 去 T 是97。T 去 KM 是100，T 去 B 是90。OK，这样子完了。你填这个我没有记错，那时候是出两分啊，好像是 T 两分啊。你填号码当然给你两分了，但是你不要去填错。我没有记错啊，是这样子啊。你填对一半就给你一分，那填对到完当然就两分了。那时候不是那时候那个补习班就是这样出。好，下一题就很多人不会做了。他叫什么？你看，他要我，因为我是给崇拜他们做嘛，然后很多人都说错第二题。第二题你看他要什么？他要报告啊，第一个条件他要 tree 报告，第二个他要 berbera minimum weight，什么意思叫 minimum？就是最短的，最短的，懂吗？所以你要找一个最短的，而且他要报告哈。他不要那个叫什么啊？不要有一个 guitaran 的啊，这种只要它的那个 graph 有形成一个 polygon 啊，这样它就不是一个 tree 啊，它就不是一个 bogo 啊。然后它要 minimum，要找最短的。OK，你现在在这里看，短的有哪一些？这个，还有这个，对吧？啊，就想把这几个连接在一起啊，这样子，KDD 连去 KM，连去 KB，对，然后号码跟它倒写。啊，这个就叫 tree 啊，报告啊，看到吗？然后 jarak minimum 啊，jarak minimum，OK，把它加起来。算出来就是答案了，这样子看到吗？这次很多，注意这种题目啊，这次很多州。有数这课的都是这样子数的，这课，OK，我是讲斜的啦。这一课如果你要 focus 哦，对，就是 focus 这个报告，然后还有画 graph，还有一个这个 jarak minimum，或者有时候他会叫你写什么，他会叫你写他的那个 shortest route 有没有？什么？perjalanan terpendek，它最短的距离，最短的那个路程啊。啊，那你写的话啊，按照这题我们讲解啊，我们就这样子写啦，KDD、KM、KB 啊，然后 R、T、
B 啊，这样子，你看题目它要你什么啦？那但是这是很多都是这样子出哈，啊，你们可以 focus 这个啦，它的出法，OK，然后让你画 graph 什么自己要会看啊，我都有教过你们怎样画 graph 那些，OK，来下一个，这第五课啦，大概讲一下吧。来，第六课啊，第六课这次哦，它的数法比较多，它比较多数法。第一种是这样子的，要你画它的那个线出来。如果他要你画线出来，眼睛开大大看，他什么画给你呀？画给你呀，我就不要管他了。啊，y 等于 x 啊，y 小过 x 割掉，不要画了。y 加 x 等于4啊，y 加 x 小过等于4，不要画。你要画这个东西，y 大过等于减 e，而你记住我讲的一句话，你记住我讲的一句话，如果是横线，如果是 x 的话，你画的就是横线，哎，不是横线，sorry，直线。如果是 y 的话，你画的就是横线。然后你看啊，像这个，它小过，你看到吗？没有等于，所以画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你自己看。虚线的啊，你看这个有等于，所以画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一条直线。OK，现在你要画 y 等于减 e，对，减 e，y 的减 e 在哪里？y 的减 e 在这边呢，这边画一条横线过去就拿不了。然后 y 等于减 e 写下来，然后涂黑。OK，到满分了。OK，满分了。好，我们看第二题啊，这是第一种处法。这一课，我总结下来就是它有三个处法啦。这是，OK，第一种是叫你画的，这是最基本的处法。第二种，啊。他给你一个图片啊，要你写他的格挡他们按出来，他的英语玻璃地出来，也让你讲解。OK，一样，找它的突破口，这边一条线，这边一条线，这边又再一条线，好。横线跟直线是最简单的，这个先写。我讲横线的话是 y，对不对？啊，这边是 y 啦。然后你看它动到哪里？它动到四，我给你撕下来。然后彩色地方在它的哪里？下面呢？下面就小过。然后它是直线，加一个等于给它。啊，连这个嘞？OK，它是直线，有一个 x 线。它动到 x 哪里？动到三，我给写三。涂黑部分在它哪里？在它的左边，左边的话是小过。你看到它是虚线吗？所以不用等于，这样子就很美了。最后一个斜线就比较麻烦，斜线。好，我们选两个点出来，我教你们一个最笨的做法，但是那个方法是肯定对的。如果你比较聪明的人，你。可以很快去做到这题啦，OK，比如我随便选两个点OK，好，比如这里啊，这里的坐标是什么？这里是减四啊，OK，减四四啊，这边呢零零啊，我先找它的 m 先，OK，这就 x 一 y 一，x 二 y 二啊，y 二减 y 一除 x 二减 x 一。啊，就拿什么？减一对吗？然后我的 c 是多少？我的，你看我动画 y 轴的零哦，我的 c 就是零。对，我这个就是，你就用 y 等于 mx 加 c 也变成这样形容啊。啊，对，y m 是减 e，啊，就减 x 就好了，c 是零，不用减。涂黑部分在它的上面，也是大过。
有虚线吗？没有，它是一条实线。加一个等距给它。OK，看到这三个，它直接给你三分了。OK，这是第二种触法这一课，还有第三种触法。第三种触法，我今天没有办法教好。第三种触法就是要画 graph，要画 graph。我大概给你看一下是长什么样子的，你们应该懂的，那些有听我讲课就懂了啊，像这样子的，你看，第三种触法是这样讲的，哎，啊，给你一个情况，然后要你写它的 graph 嘛按出来，然后要画它的 graph，然后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最难最难就是这样讲法了，没有了，OK。这个我没办法今天教啦，一个小时，剩下15分钟，我教完这题都不止15分钟了。OK，啊，这个我真有教过好几题哦，你自己去 practice 一下。课本其实也有这样做的，OK，课本其实也有这样做的，我可以 refer 课本的。OK，好像我不要浪费时间讲这个。好，第七课也是有很多人不会。来，OK，我讲。对啊，你看。做这种题目，它有两种东西可以触发了。第一个就是 Jarak Masa Distance Time，第二个就是 Laju Masa Speed Time。那么这次还有一种触法是要你们画它的 graph 出来的，OK，要你们画它的 graph 出来。OK，那个之前我有教过你们了，不多题啦，我可能教过两三题罢了，可能才一两题也说不定。但是那个很容易的，你要会看题目就可以了。OK，来，我们来看啊。OK，那题目是这样子问的，你看，第一个它要什么？它要什么？看清楚，它要 tempo master 看到吗？duration，它 berhenti stop，看哪里？看横线，它要 master 哈，它不叫 jarak 哈，OK，所以 master 就是这边多少？8 mm，OK，满分。第二个，laju berapa？Average speed，想找这个总距离除总时间，对，总距离是多少？它总共走了13 km，时间呢？30分钟。好，等一下，题目要的单位是小时哈，啊，这个你要看单位啊，所以分钟换小时，你除60啊。啊，那就对呀。你有写到 formula，给你1分，答案再给你1分。我跟你讲啊，不要放空，不要放空。你有看到吗？第一个其实它的号码是放错的，对吗？如果你放30下去算是错的，对不对？但是只要阿萨干你有写到这个 formula，他就给你分了的，他没有管你号码对还是错先，只要你用对 formula，他就给你分啊。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不要放空，你只要有写 formula，你用对。号码你即使放错，他都给你分了，当然1分罢了啦。你不可能 expect 你答案错，他给你满分的吗？OK，还有一个问法，这次很多学生不会做，他叫你做什么？他叫你 perihalkan 啊，很多学生不会写。Describe 什么？他叫你 perihalkan perjalanannya，describe her journey。人家这样问，2分是吗？没有记错，我们酒后这次也是有错。那当他要你形容之后，你们听啊，当他要你形容的时候，你只需要讲到 OK，好像这里我因为你问我要讲解哦，我也不敢跟你讲诶，因为以前没有出过这样的题目啊，是你们新的 KSSM 它才有这个 topic 要你去形容，那么我会跟学生讲说，你们看它有几个部分，我们看了几个部分啊，像这题还有几个部分，还有三个部分哦，哪来三个部分呢？这边一个部分，这边第二个，这边第三个啊，那我用华语讲给你，你自己想办法去写啦。第一个部分，我会讲说，哦，在前面10分钟，OK，它的速度是多少？啊，后来在接下来的8分钟，它停止没有动，最后的12分钟，它的速度又是多少？啊，我这样子形容不了。
或者是你写前面10分钟他走了5 km，后来8分钟休息，再来过后的12分钟他走了8 km，啊，这样也是可以，只要你有形容到这个 graph 就对了。我就跟你们讲几个部分，你就形容几个，OK？你问我有没有一个规定的形容方法，我也跟你讲不出，因为这个是新的 subtopic 啊，以前 KBSM 是没有叫他们形容的。OK，只有你们这一届起才，就是这一届 KSM 起才有的。OK，这次好像总分数是2分啊。OK，所以你要抓得到，你不懂想写，那么你就全部写完就对了，一个部分就写几次。OK，再来，我们看一题啊，当我讲 for graph 就像这样子出啦。OK，像这样子出。OK，我们找一题。哎，等一下还没有拉住啊，来拉住啊！找一些比较简单的，没有啊，没有在我这边。这个，OK，来你看啊，第一个一样，还有这个是 large master 啊，看清楚啊，这个是 large master big time，对，第一个他要你做什么？你看，第一个他要你找他的一样 table master duration of time，large seragam uniform speed，看横线这边多少？7分钟，OK，答案就写7分钟，满分。第二个，near first time deceleration，或者是题目每次这样问的，rate of change of speed，对吗？Kada perubahan laju。OK，好，还有什么？最后4分钟。最后4分钟，所以最后4分钟，refer 这边就好啊。它的最终速度是多少？最终速度是这边零，一开始的速度哎，这边18除以时间是几分钟？4分钟，对，算出来就可以了，减4.5，对。但是它有你要分出大拿 deceleration negative，其实你就可以不用写了，OK？啊，但是如果你不懂，你写罢了啦哦。再来，还有一个是 jarak 啊，每次一定问的，他给你 jarak 是，你看，他讲叫你算 nilai v，如果 jarak 是 dalam 13 saat pertama in the first thirty minutes is 195. OK，那么 as 我跟你讲过了，在这个 graph 里面，距离就是面积，对吗？OK，就是这边的部分。好，把它分成 A 跟 B。好，A 是一个 trapezium。对，斜降，你有斜降，它就给你分了。B 是一个长方形哈，高层底，所以它的高是18，它的底是7。OK，这样子。好。2个等于195，所以2个加起来195。算出来就可以了，算你的 v 出来就可以了。然后这边我要强调一个东西啊，你们听啊，它是这样子的啊，如果它跟你形容也是一样，有看到3个部分吗？形容三个，
啊，你可以讲说啊，在前面6分钟它的速度是多少？后来的7分钟它保持它的速度在在多少？然后啊，最后的4分钟它减速。OK，啊，前面6分钟它加速，后来它保持速度，最后的4分钟它减速。啊，你学到这些就给你分量的。OK。好，这个是我们第七课啦。哦，剩下5分钟哈、哦。第八课，这次还少出一点啦，因为你们Bajuba 案他这次没有什么出到这课，因为你们 Form Five 好像我现在才教到一半的，你们 Form Five 的第七课还有印象吗？我那上次假期之间讲到一半了，他 Form Five 刚好他有你们有学到这课，所以他 Form Four 的这个没有什么出到，OK。把这个，都是跟 formula 走啦，我就不要浪费时间讲多多。OK，你们自己看怎样去算。OK，你们自己看怎样去算啊，formula 什么？OK，然后这个 block 和 dot 学怎样去画一下啊。这次好像是没有出到诶，这个我没有记错，好像是完全没有出到，因为它全部是出 compile 的这个。OK，All right。第十课这边我也没有多讲啦，第十课你们自己去读啊。OK，我做一题罢了。我们的第九课，哎，我就给你们收了。第九课很多 pattern 可以出哦，请你们去回忆一下之前我讲教你们的。第九课太多 pattern 可以出哦，很麻烦。OK，好，来，我们做一下这题啊。第九课比较麻烦一点点，来做一下这题。然后你们自己去算回去，我之前讲讲你们有两种出法哈，一种是画那个 bubble，还有一种我叫你们画格子的，有没有？去看回去，我之前讲讲你们。好，你看啊，这边要讲什么？Kelab Koperasi SMK Pijat mengadakan kaji selidik berkaitan dengan menu yang disukai oleh pelajar. Kebarang kalian pelajar menyukai nasi goreng dan mie goreng. Masing-masing ialah 4/9 dan 5/11. Okay, semua terpisah permintaan ya. Abang ya, oke, nanti dia aja. Kita nah, kita coba ya. Ha. Nama. Tanya nih, hitung kebarang kalian. Pelajar yang hanya suka satu jenis makanan sahaja. Apa maksud? Okey, biru ni kan ah. Sihuan. Sekejap. Sekejap. N, hafang nasi goreng. Sihuan nasi goreng ke ren? 4/9. Ya, ke 9 ke tohau je pusihuan lah. Pusihuan nasi goreng je 5/9 lah. Lalu sihuan mie goreng ke 5/11. Pusihuan dah je 6/11. Okay. Hati yang semua. Suka satu jenis makanan sahaja. Like only one type of food，就是讲说他喜欢 nasi goreng 就不喜欢 mee goreng，他喜欢 mee goreng 就不喜欢 nasi goreng，所以我们选择的是这个跟这个，啊，这个怎样算？4/9乘6/11，这个5/9乘5/11，然后两个答案再把它加起来。对，这是第一种做法。第二种做法，它是要你画那个高大的，让你画那个，那个之前我教过你们啦，要画它的格，画很多格子的，有没有？OK，啊，大致上是这样子啦。第十课是前的那一课啦，哈。好，到这里你们 OK 吗？啊，没有问题的话自己去刷题目啊，有什么你们再来找我啦，哈。诶。没有的话，我就上到这里啊，OK。
好，过后我会 upload video 给你们，不用担心，upload 好了我再通知你们，就这样吧，拜拜。